主席，各位列席官员，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想，这个我本人呐、是不抽烟呐、先声明一下。但我们也希望说，台湾有一个很清新的一个无烟的环境。但我想这个在目前根本是做不到的事情。那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唱高调了在修法也不要唱高调。说这个目前我要请教我们萧副署长。请萧副署长。王委员好，首长好。我想那个想请教，我们现行的烟害防治法实施多久了？我们是1996年通过的，但是因为它有一年半的缓冲期，所以真正上路是1998年元月，就等于实施两年多。对。那有没有数据可以看说这个烟害防治法实施之后啊，我们这个抽烟的人口有刚刚减少，在我们的报告里面就是我们原来的吸烟率大概是22%，那现在就降到差不多20%，还是有限嘛？这个不是，这已经很不容易，对，很不容易。当然很不容易，你要更下降，当然还要非常的努力。不过我是想说这个我虽然不抽烟，我们也希望大家多数人也希望有一个清新的无烟环境。但是我想这个我们看到抽烟的人我也很同情抽烟的人。确实目前我们说烟害这个烟害防治法实施之后，很多抽烟的人他们也很除了很少数极少数没有公德心的，我想大多数的抽烟的人都已经因为有这个法的约束，他可能就比较尊重别人。抽烟你看躲躲藏藏的到外面去，这个看得实在很可怜呐、我也很同情。不过我是想说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下，我们抽烟的人也应该有人权，对不对？没我想死刑的人死刑犯都有人，都有会死联盟这些团体在支援他们，在同情他们他们也是为了死刑犯也有人权那这个抽烟我想不至于像死刑犯作奸犯科这么严重吧？ 对不对？我们的那我们不应该给他们也有一点人权的尊严吗？这个现在法律的规定应该就是尊重说他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底下，那当然对啊，对。但是你不能交往过正说，其实现在当然比过去影响比较小了。我们室内不能抽烟，这个基本上就非常这个对大家的我们的享受的一个环境就比较好一点了。但我想这个目前要修法当然很多版本我们这个牵涉到的这个版本我们看的也是眼花缭乱不过我会想说在修法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还是说在对这个抽烟的人我们因为你不可能现在就全部把他们戒掉嘛。你看毒品我在烟品跟毒品管制的毒品不一样嘛，对不对？你管制的毒品，你看贩毒的还那么多，你都抓不胜抓，对不对？那判刑也那么重，还是有人，撩钱的头路无人做啦，抬头的头路有人一折啊。所以你看贩毒的，他都还有人。你说这样抽烟的一个长久以来，大家一种有烟瘾的人戒不掉的。有这个当然能够戒，很多人也都戒了。那不能戒的，你说你这个我们要一个人性还有人权的一个尊严给他们嘛给他们说让他们能够说不要说像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是代表我们中南南部来的，老实讲，刚刚有人讲嘛抽烟的人大部分中下阶层的多，农工阶级的多。那你这样他们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嗜好。你说要赶尽杀绝，穷追猛打，在修法，你修法当然修法这个节骨眼上，人家听到说要修法，好像烟又要涨价了又要怎么，他们的反应都激烈我是因为这样，我们代表基层来发表一点不同角度的一个声音不然他们说你们在立法院都不给我们讲话，好像都整个都是什么团体在把持这个，大家都不会。对，卫生署修法的过程里面一定都会。对，但你们现在没有提出那个，还没有。那两年多，你目前实施的状况，
到底效果怎么样，还是说什么哪里治爱难行的？对，是不是针对这些，我们这个卫生署啊，哦，来这个提出一些哦比较完整的版本哦，这个大家都能接受。抽烟的人呐、啊，未没有抽烟的人呐、啊，还有社会大众啊，大家都是三赢的。这样不要说一天晚像这个议题呀、啊，老是为了修一次法。哦，你经常修啊？如果说啊，什么时候像我们广告的那个锦椅啦、啊，还是那个照片啦、啊？哦，本来35%嘛、你现在要提高的话，像这样是不是你提高了它的版这个所占的版面那个？哦，比如说你35提高60%，是不是真的会有效？对我们真正这个来。这个研究过，这个全世界的研究是证明这是有效的。对，那我想这个社会还是存疑的。那个你说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烟呐、啊、你比如说你要素面化啦哈，就都不要做广告，只有一个香烟的名字，我想这样更容易造成那个味烟，因为过去你说这个走私的香烟呐、啊，它还不是味烟，就是说走私的而已。哦，还是名牌的，比如日本的轰啊，还是什么那个哦，经常水货，大家都喜欢买那种。现在那一种烟好像比较水货比较看不到，它就劣质烟，那个不好的烟，随便串个品牌，就这样混，一目混珠啊，这个情况非常严重。所以你说真的把它改成素面的一个包装啊，这真的有效吗？我想只是可能更残害我们这个国民的健康，吸烟人的健康。而且中低阶层的、中下阶层的，他们收入少，对不对？他买烟，他们太贵，他也买不起，那不得已他就去买这一些这个味类的烟呢、啊，对不 对？这样不是更伤害身体吗？我想基本上，因为吸烟，我们要求烟要标示那个尼古丁，还有那个它这些那个都有啊，那个对本来都有，所以那些本来就是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嘛，所以最好就是说，我说这个。不只说只有在烟害防治这一方面去怎么去哈、啊、这个哦、啊、来产生吓阻的效果，我想教育非常重要。对，你教我们现在说你抽烟的人，其实老烟枪你叫他戒烟根本不可能。像刚才我们赖委员他们讲，他们抽烟他也不觉得他抽烟对他有害啊，反而他的灵感他各方面他觉得他很好。像这样的人，这个是而且他们也很尊重别人。对不对？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要一定要他来戒烟，是根本不可能。所以你社会这一群人呐、啊，我想也不少。那你说要不必说再修法这个，每次修法，你有时候就造成社会的很多纷扰了。像我们接受到一些民意的反应了、啊、哈，各界的反应就是好像没有来讲一下，为他们出一点气也不。也有失我们明代的职责，所以我是用另一个角度来讲。那最主要还是希望说，我们在修这个法，我们呢也要针对我们这个哦抽烟者的人权，哦顾虑到他们这个人权。我刚才讲的嘛，哦我们你看会使联盟他们在大声疾呼在要会死刑，对不对啊？你这个好像要修这个。啊，烟害防治法，然后大家越来越严呐、啊，就是反正这最好大家都不要抽了。你这些抽烟的人该死一样，对不对？不要给社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不会，不是。哦，那我们是这个，我想公听会是不是更广泛的能够征询大家的？会在立法的过程，对我们这个提出这个版本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来做这种广告。我要请教副署长哈、哦，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烟害防治法，我们跟哈、哦、一些先进国家啦哈、哦，还是邻近国家、各国啦，这来比较了、我们是从严还是比他们？反正我看很多先进国家还是没有比我们别的国家严。对啊，我们严呐、啊。没有别的国、啊，没有比别的国家。但是我看你到机场，我到。我们到机场去了哈、哦，那个免税商店在卖香烟的了哈、哦。这个我们看我们的台湾的烟呐、啊、哈，其实台湾的烟不错啦，很多的过去如果没有这一些警示标志哦，而且像照的那么难看呐、啊、哈、哦，这个不堪入目。应该我们的烟跟国外外国的烟呐、啊，在免税店里面呐、啊，它是比较受到青睐。像以前我去，以前台湾烟酒公司出那个我们台湾的。
国家公园的那个照片，用那个照片去五张那个风景，那个哦，玉山啊、雪山这些照片下去，那个也很漂亮啊。啊，你如果拿那个送给抽烟的人，他很高兴啊，不对不对？对，但这个其实也没有影响到整个社那个外的这个哈、哦。人家有时候收藏起来好看，我觉得那个烟可抽。我们可以直接收藏那个图片就好，不要收藏那个香烟的包装。那不一样，人家收集的那个感觉不一样，那照片当然非常多啊。我是说，我是这个举这个例子讲说，我们台湾，你像我们烟酒公司哈、哦，也是国营的，你要跟人家有竞争力哈、哦，多少对国家的税收有帮助嘛。国家的外汇有帮助。不过因为那个健保啊，这个健康医疗的部分花更多的钱。啊，但是你有健康签的，这个健康签也是，这健康签其实也是这个哈、哦，大家你其实现在的限制啦哈、哦，你说场所的啦哈、哦，还有增加健康签啦哈、哦，这个税等于税收的哦增加了哈、哦，这个。禁止陈列啦齁，广告不能广告啦，这个都限制都很多了嘛，而且也那个，那你为什么还执行这个没办法去执行齁、哦、你看执行力也是数目也是聊这个比例上来讲齁、哦、有的我们刚才我听那个陈颖委员在讲，我们立法委员在抽烟，你们就不敢抓了吗、哦、不是不是，对不对？那个是个啊，我们执行一年取缔了，对不对？差不多七八千件，所以这个应该齁、哦、这个比较针对现实的一个情况齁、哦嗯、我们慢慢一步一步的渐进式的去推齁、哦、不要说一下子就把这些抽烟的人这个给他们感受到好像穷追猛打要把人这个灰这个置于死地一样齁、哦、这个请我们卫生署多注意齁、哦、谢谢谢谢谢谢王进士委员。接下来请陈杰委员。